屏东县近年来积极建置亲子共融公园，不止在市区，原乡地区也在规划范围内。因此，来宜乡公所努力争取在新来宜社区乡立幼儿园对面两块空地上新建公园，当地居民都相当期待。我觉得可以啊，有公共设施啊，让小朋友、让部落的社区的人可以有地方做那个，比如说，平常走动啊、啊养生或者是运动啊，到公园很好啊。让我们部落的一些长者或者是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玩啊，让那些年轻人也去那边运动，就不要喝酒了。新来宜永久屋基地自新建以来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亲子共融公园，不过好消息是今年底就有机会改变现况。劳务啊结标以后，他会做啊跟我们社区、跟我们部落、做一个工作坊的讨论啊，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公园能够有我们原住民的个元素，顺利的话八月份发包，然后整个工程12月会完工。来宜乡有北势村跟南山村，新来宜社区正好就在南北的中间位置，对乡内族人来说都算方便。公所期待公园新建后可以提升在地生活品质。军事新闻巴朗，屏东来宜，陈报导。